另外，亚裔舞蹈学院于6月30晚在位于城县的普拉森艺术中心举办了2018舞蹈年度汇演。当晚，来自舞蹈界、艺术界的嘉宾们到场助阵，座无虚席。此次演出除了亚裔舞蹈学校的百位学生展示精彩的30多支舞蹈，呈现他们的学习成果之外，在亚裔舞蹈学校任职的专业艺术家们也献上了他们的精彩表演，带来了一场舞蹈的盛宴。我们学校呢是成立2014年成立，然后现在有4年的时间。小朋友们在我们学校有很多的表演机会，每一年我们都会跟太平洋交响乐团在 Circuston Concert Hall 有中国新年的演出。我们的小朋友在这里学到很专业的舞蹈的培训。我们的小朋友呢，除了会有很好美丽的舞姿，他们也有非常爱心。今年呢，我们就有把我们学校的这个演出的一部分的费用捐给世界动物组织基金会，由我们的小朋友来捐助。我希望这成为我们舞蹈学校的一个新的传统，让这些孩子除了会爱跳舞，也能够对身边的人有付出他们的爱心。亚裔舞蹈学校创始人张雅静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是一位具有20年舞台表演、舞蹈编导及现代艺术创作的跨界青年艺术家。亚裔舞蹈学校立志于通过高质量的教学培训来提高学员的专业技能、艺术审美。近几年，学校创始人张雅静还与包括太平洋交响乐团、加州大学尔湾分校、Claire Trevor 艺术学院、呈现音乐舞蹈中心等美国主流艺术机构合作，为学员们提供高水准的展示平台，打开学生的新视野和格局。凤凰卫视陆梦、杭帝洛杉矶报道。